12月30日凌晨，有网友爆料称，某综艺录制现场疑似起争执，大张伟粉丝因不满比赛结果，在张艺兴战队的队员说话时大喊“闭嘴”“你滚吧”等侮辱词汇。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在意他人怎么去想。我讲个小故事好了，就是张艺兴不满大张伟粉丝摔瓶子离场，事后双方粉丝各执一词，引发热议。对此，节目组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节目流程透明，结果公正，所有主理人及制作人都真情实感地参与到节目中，他们为每一个舞台的作品投入了极大的心血，并表示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主理人及制作人们精心创作的音乐作品。